问你哦，跟男朋友和他兄弟，还有他们的女朋友一起出去玩，要怎样才能给足男友面子？你膝盖不是常常都有淤青吗？你下次就穿短裤或短裙给他们看看啊。可以帮我送到十五楼吗？电梯坏了。好<哈>，我会多给你五元小费。你下来，这杯我请你。你上来，我喂你喝。王八蛋上来，我要投诉你。混蛋熊猫约八楼单挑啊。 宝贝，最近天气变好冷，我想买件羽绒外套。你想想哦，一件羽绒外套要五千元，但感冒药最多也才两百元，再怎么样也是感冒来的划算。老公，你会不会嫌我胸小啊？不会呀，真的吗？谢谢你这么爱我。想要 A 罩杯就摸胸部，想要 C 罩杯就摸屁股，想要一罩杯就摸肚子。干，你等着，我早晚安排人弄死你。谢谢你。 你是这一年来唯一一个跟我说晚安的人，三小。